昨天晚上在这个亭子露营，完美的露营点。这对面水雪山，太阳出来了，终于要见到太阳了。这帐篷里面好多水柱啊，特别是这个。在蛋巢、房巢店里面，差不多每个孔里面都是水珠，是什么原理啊？怎么避免它有水珠呢？是每个孔，几乎每个孔都有，特别是碎了的地方。八九分，你看见云海没有？云海看见没有？没有。我主要是看云海。没有，我去那天下雪。天气晴，应该能看见。没信号。没有信号，他们。我不知道我上去能不能看，就晚上。嗯。晚上有多少度？大概有零下15度啊。零下10多度是有的。东海大关还没倒风呢。对，山路高透透的啊。没有挡风的地方。你是一直徒步还是？一直徒步啊。大不大车？大。那牛逼的很啊。我好几年没骑车了，昨天是第二天啊，我膝盖疼得很。以前没带这么多东西。成都那边。也挺好吧，现在没那么严吧。你说疫情啊？嗯。没有要，我走的时候还要专门绕了，没有从那个郫都区过来，我从了温江区过来的。温江区过来的啊。我到时候怕麻烦嘛，哎呦，万一要隔离了。啊，从温江的。现在好像那个中风险区已经没了，没两个了，好像只有一个吧。低风险。好，你慢走啊！可以走到耿达啊，耿达或者那个什么卧龙。耿达。耿达没多远了，耿达20多公里的耿达，6个隧道，还要过6个隧道。现在卧龙。这上面过去全是上坡，应该啊。100多公里，对啊，你这里才900海拔，上面八浪山4000多海拔，肯定一路上坡啊。100公里就要提升3000多，慢慢走啊，走好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是不是？哎，八浪山肯定今天绝对到不了的。肯定到不了，我今天才慢慢悠悠走这一段路，海拔不高的才走10几十公里。关键是好久没出了骑了，我才试一两天，我膝盖疼。骑到丹巴那边路也不好，小鸡到丹巴的路好看，好这里好大风景，路都好看。我丹巴，我不走小鸡好像，我走就拿到卧龙的那个路都好看。我走那个岛岭。我说打你往大湖那边走，应该好像不过小区吧？啊，不过小区。嗯。到你，然后到往新渡桥那边走，那边去太那边华岳山那边转一圈，贡嘎山那边我就回去了，要过年了。啊。嗯，这出来的时候也没打算走多久，反正过年之前回重庆游。哎。到青龙桥也是挺远的，没几百公里啊，反正我慢慢走啊，路上吧。从那一条路过来的。你从那边过来的？对啊，青龙桥、法公吴莫石，那边从那一路过来走过来的。刚才碰见一个徒步的，
出来两三年了，据说是纯独铺啊，他一边徒步一边直播，他从也是从阿坝金豆桥那边过来的。